其实可以当小可爱，也可以当运动穿，它的弹性这么好，它不是一体成型，它是两个杯，但是不会跑杯。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，它算是长版的，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在穿那种内衣小可爱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只会露到一点点的肚子。它上面是走一个有点小镂空的，从这边到这边是镂空，而且它的料子是完全亲肤高弹，它有点像棉花糖的料子，绵绵又密密的。黑色的部分一样是非常非常的瘦。然后刚刚有讲到重点，副乳是包住的，然后这边是有一点点微透、微透的感觉，然后整件就是很适合运动。我觉得近期啊，还蛮多运动品牌都会做这个颜色。我觉得这个颜色穿起来显白，然后呢，跟黑色、白色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这个颜色给人家感觉就是很健康，很健康。这个颜色你搭黑色短裤、灰色短裤、压力裤、瑜伽裤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买的。